我来是要恳求你让我收你为奴，只有这样我才可以保护你。郡主，没有路了。你是来救我的吗？你又要回接受剑雄？明德大人就知道你开不了口，叫我来帮帮你。看来你还是没有把郡主的归宿告诉他。拿下！我说，爹，我亲口说。罪轻刑罚，也要将你重围关禁，卖入青楼。真真，求我爹，求你了，求我爹，让我爹帮你。剑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这么做还有用吗？左右，拿下！走开！爹，还是有办法，可以让他重家为尼，永不还俗。我去求明大人。爹，我们一起去求明大人。郑叔，你以为爹心狠吗？啊？是咱们高家，实在是输不起呀。你以为你这么做就能救他？我告诉你，到最后连你自己都得赔上。如果明大人怪罪下来，由孩儿一人承担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自己去跟明大人说吧。我是敢信息你吗？就按你说的做。高剑雄，我会用你一辈子。去超度我爹和混蛋的